你好，祝你年年有余。第一次接触中国画是我5岁的时候，老师教我画一只小猫，蘸上颜料，当在宣纸上画一个圈的时候，小猫毛色的深浅还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好神奇呀。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个上面画的是什么呀？荔枝和小鸡。对啊，那我们取小鸡的鸡和荔枝的荔，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啊？吉利。对啦，吉利。小鸡和荔枝的这幅画呢，就是吉利的意思。我再给你看另外一幅图好不好？再给你看一幅这个，这个上面画的是什么？小猫和蝴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小猫和蝴蝶呢，它谐音就是耄耋，就是年纪很大的意思。啊，100岁的人？100岁没有，大概80-90吧。所以我们会画耄耋图送给老人，祝福他们什么？长寿，健康长寿。我中国人常把自己的祝福给寄托在画中，但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又不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怎么办呢？所以中国人会用谐音来把这个祝福变成一个人看得到而且是很熟悉的东西，比如说花鸟鱼虫或者水果蔬菜。梅花的梅谐音眉毛的眉，喜鹊里有个喜字，所以梅花和喜鹊画在一起就是喜上眉梢。我经常给我的新人老师和朋友们猜谜语，比如说一只猴子骑在一匹马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马上封侯，是祝愿在事业上飞黄腾达。那还有白菜，他们都知道是 bok choy， 平时经常吃。我就告诉他们啊，白菜谐音百财，就是 very very rich。 他们都一听都惊讶极了，说我经常吃的菜竟然是 fortune。 牡丹是中国的国花，被誉为万花之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牡丹被看作是富贵的象征。水仙因为它清雅的颜色代表着纯洁与高尚，而且它名字里有个仙字，所以牡丹和水仙画在一起呢，就是神仙富贵。这大概就是大部分人向往的生活吧。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一幅很简洁的画就能表达出美好的祝福。马上就要过年了，看，我准备了这个送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收到了肯定会高兴地说 Amazing Chinese Artwork。